大家好，我是怪手亮，本身就喜欢 DIY 一些器材跟一些改造东西，最近买了一台 Instant360X 版，因为最近有在玩，所以不小心镜头有招耳去撞到。今天要来帮这支 X 版的镜头维修一下，但不专业啦，不专业的维修，我买了几支钻石膏，让来试试看那个镜头方面可不可以让它维修。这镜头部分你看这镜头，如果仔细看，有没有这个点？有没有？等一下会用研磨机，等一下用研磨机再来试试看。再来就是要先把这个部分要先用，最好是因为你要磨啊，可能喷一些那个研磨膏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可能就先用这种胶带，纸胶带这种这个胶带就是平常人家在汽车美容的时候都有在用，对啊，因为死马当活马医，但是就是 DIY 看看。已经可以完成，但是这一面我就觉得是应该把它保护一下，等一下再拍不会再第二次再刮伤。镜头的那种插的这布料，折对折这部分就是自己衡量一下，因为 DIY 本来就是很大的风险啊，换这一边把它保护一下，因为这边镜头是好的，所以这边是没有，所以我们在救这一块而已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换个地方研磨这支 X360 耶。速度一开始不要太快，因为你那是在维修，所以镜头部分就是修看看。阶段，这个是最后一个阶段，一样我们就是先把它磨均匀一点，不然等一下磨下去它就会喷掉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成功率应该是有90%啊。维修的部分先搞在这边，下次如果有更好的题材什么，我们再继续。那先这样，谢谢各位。